印象对吧？我们先来看一遍。这个记得描述就好。那么我们看到净土的时候是带着这样，等一下你就知道为什么强调这个正式符了。目前正式符里面唯二的两个可以留下 buff 给另外一套装备用，就只有这两个了。其他那些异伤啊，又什么什么的，都是不能被那一个阿克夏来记录的。那么我们看一下放在备用的，这是用来打伤害，也